如果你真的可以开始从现在改变，包括修行也要走的一步一步踏实的啊，实修，你的生活的这个诸多重点呢，一定是遵循自然之理、天地大道，不能够人云亦云，否则灾难来的时候你也跑不掉。你能够知道在短时间之内所这个急的场啊，就像你今天说你做一样不合于正道的事情，但在短时间之内这个场你好像觉得已经名正言顺，赚的好像就是这么回事，本来就应该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不是依循正道而行，在天地法流的运转当中，它总有一个时间点上就会去把你那个给清了。那清的过程中，就是有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在某一个程度上的东西、身体、生命某种的丧失，对吧？所以你有时候觉得看不出来啊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个后面你去 study 这个中间的来龙去脉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，只是有没有找到而已。全世界啊，有这么多的人在每一天都很忙碌，每一天都在找他们自己的出路，但是在找出路的过程中，大家总认为我怎么努力，怎么样的去用心做，我生活的境好像有点变化，好像有好那么一点。有些人说哦，好的还蛮多，但是呢总是有不圆满之处，对不对？现在会觉得自己圆满人不多吧，不管有钱没钱都觉得不圆满。所以我们要回来找啊，我们说身心灵里面心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不圆满的里面是不是因为心的作用，是。但是心的作用是谁给心不好的资粮，让心去运转着不对的作用？自己里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，让你自己给这个资粮给心吃？嗯，反正所有的答案出来一定有个对。想清楚哦，我们要讲完你就要有这样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以后就不会touch到不好的那一块。